耶、yeah! ！今天又来到我们一年一度最重要、最重要的日月潭的美丽大杯单车嘉年华活动。哎，我们现在人来到了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。耶、yeah. ！今年我跟你讲，每年要等的啦。每年都没有在等吧？哎，我每年都等你好不好？哦有啊、每年我出发都跟着你骑，永远都是我是最后回到会场的。你住在透视网膜？没有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去年还赢你吧 ？No。没关系啦，今年缺席，明年还有机会。但今天我们要参加的组别呢，就是83公里的，是挑战组吗 ？Yeah。OK， 那待会83公里路程，在去年我印象中后段，最后到终点前那一段，其实上坡蛮长的，所以这应该是比较大的考验。我印象比100K 舒服一点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吗？好啦，比较凉吧。待会我们就准备往起点移动了。今天这场比赛是有2500人来参加，现场车子排超远。我们刚开车过来就排队了大概30分钟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计划是要动真格啊，完全不等了。我跟你讲，平常浪太多了。终点见，应该不会差太多。看看我们实力到底差多少。我有偷脸。我身边的婷婷今天要骑这台，太犯规了吧？我们可以换车吗？可以啊。他这个还有码表哎，时速表都有了，羡慕。8，7，准备出发，准备出发。吃一下香蕉，然后继续赶路，不能说太多，就是认真骑。小梁在那边拼命冲，不能说太多。OK， go go。
现在都在下坡，好可怕。但平路骑起来比较舒服，追过一些人。好、哦。吃了第二根香蕉，活力满满。我觉得吃香蕉真的有差、欸。已经经过水里市区了，刚刚跟着前面的集团，有点不小心太超速了。他们从头到尾的速度其实都蛮快的，我只要就是不够用力就会被甩开。可是因为我觉得今天风太大了，有点自己骑有点太难骑了，所以前面尽可能躲在后面。但我好几次上坡都被拉得很开，现在剩下最后30公里了，应该距离。同理所有一段小差距了吧。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27公里左右。我刚刚不小心太脑冲了，前面那个集团一直在，但最重要的是听说现在冯俊凯在我后面啊。前面我看他出去冲很快，没想到马上就不见人影。我今天的目标还是以下礼拜的台北马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今天的目标就是不要被阿凯追到就好。听说我们秒差现在1公里吗？好了，今天的目标赢冯俊凯，明年换我签约了，与都共好不好？换人当，有点要抽要抽的感觉。怀念的味道又回来了。爬坡不要那种笑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要到了，到了。啊！快点！可恶！被阿凯追到了。话不能说太早，2公里后又被追到了。我这个腿根本就太细了嘛，他们在平路一直加速，我这个瓦数一下就不见了，用光光。但我真的觉得练完跑步来骑车，心肺功能还是明显有差蛮多的，就是回血的速度啊，很喘之后的恢复，我觉得有影响。所以跑步好像这样做起来练起来效率也不错嘛。而且刚刚阿凯跟我说，他最近休赛季开始在跑步，跑没有5公里。他就不行了，而且隔天脚直接痛爆。我下一次知道跟他 PK 什么了、啊。我等一下到终点跟他 PK 一段比赛跑步，看看他可以嚣张多久。上来到第三补给点，那个爬坡的路段已经开始有一点。回味了，有那种抽筋的感觉又回来了，可是还好，马上就到休息站喷一点鸡了，多补一点水，好、哦，不然真的要抽起来，赶快出发，才能追到小泽瑞 ，Go Go！ 12公里，哎、欸，大家花钱来比赛，不要骑这么快嘛，你看补给这么丰盛，香蕉、沙琪玛、巧克力，还有胶原蛋白饮料，记得。不要骑那么快，下次来好好享受。你看补给站东西吃不完，停下来。
最后一个补给点，休息完要上路了，喷爆机了。我为什么觉得今年好比较累啊？是后面变比较热，因为去年比较冷。啊，不要受伤就好，赶快回去 ，Go Go。今天怎么都是逆风，去哪里都好逆啊！啊，腿好酸好酸，现在快到了，还有十几公里，一下就到了，已经眨一下就到了。OK， 回到日月潭的湖边了，比赛剩下最后的六公里，克服完。刚刚最后的那个魔王坡之后，接下来这边就起伏比较小了，小小的丘陵上下坡，但相比刚刚的，这边都是小 case 了。加油，最后六公里！太棒了！今天我们的目标算是有小小达成，给大家看我今天的完赛成绩。加油！啊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靠比赛！哎，快！前面一堆人。瓦固，爱瓦固，今天是爱瓦固啦，骑了那么四点钟啊，哦，没有抽筋哦，一直抽，一直抽，边抽边骑，今天抽几次？今天差不多过第三补给哦，干嘛干嘛？又在演，又在演，开始下不了车了，成绩公布时间，今天怎么样？抽筋几次？先跟大家报告一下。从第三补给点开始，沿路抽筋。从第三才开始抽，不错啊，你撑很后面哎。对，我觉得撑的蛮久的。我今天是也有稍微快抽啦，因为我觉得后面真的是蛮热的，流汗流很多。突然开始一直爆喷这样。我第三补给点也有进去抽吃东西，还好我有进去。肚子快饿扁了。我每个都有进去，我一直吃香蕉，我吃了四只香蕉。那你自己预估，我们两个这次比赛的最后成绩大概差多少？将一个多小时吧。一个多小时。对啊。哎呦，这么看得起自己。应该吧。那卓瑞先报你的成绩。我的完赛时间7点出发，9点59到终点，完赛时间2小时59分。我的成绩7点出发，11点14抵达，4小时14分。
最后的成绩差距是一个小时十五分钟，差不多。还可以嘛？预测精准，我已经偷看了。但我必须讲，今年我没有陪你，没有陪你骑，然后我骑在前面那个领先集团，风景非常好。我终于知道骑在前面的那个乐趣是什么，大家在那边互相轮车，然后速度很快，真的是很爽。我今年也是有冲出去跟了好一阵子。好，你说四小时十五分是有冲出去吗？有，是一销的车子吧？就是，好了，算了。我有看到你前面啊，大概五公里的时候有稍微跟了一下，对，还在彭俊凯前面这样，对，抽车一下，观众面前耍大刀，可惜就是不持久啊，没问题的。好啦，今年那个日月潭环湖的这个单车嘉年华美丽达杯，我觉得真的是补给非常丰盛啊，各个站真的是东西很丰盛。然后路线上，今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天气很好，因为去年超冷，今年整个骑程刚刚好，真的是刚刚好，完全不用穿外套。这是路线，这是路线有点辛苦，我觉得比较流畅。前面的部分下滑下得很爽。我下滑下得很陡我觉得有点怕。五十公里后就发现不对后面三十公里都上坡，腿有点快抽快抽的。中间是下得很爽，然后上面哦，没错。接下来下一场应该就是明年四月份，就是经典彰化经典百 K 了。但这场比赛通常是要抢报名，然后12月13开始报名，但大家看影片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抢完了。对啊，赶快上网查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在彰化美达健美可以见。好啦，我是教练队，我是天母防疫所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那我们接下来下周台北马全马见真章。那个太可怕了，半马而已。半马还 OK 吧？半马会，看影片就知道。我先预估，他今天抽筋三次，半马应该抽五次。下期见。应该超过三小时吧？